别看这游戏分打得高，一上阵仗就完蛋，那架子鼓打，杨三姐告状是。所以我武艺不全，基因强大。那书上说，那老天给你关上一扇门，不会给你打开一扇窗吗？这乐了，我拿放大镜看了多少遍了，这一扇窗都没打开啊。有窗啊。什么窗？攀岩。什么攀岩？ 昨天晚上我怕他偷视零食，我把那零食放在那个橱柜最上面那层，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给勾下来的。那我看他更适合练地震搜索。那是搜救犬的活。他也就这点技能了。行了，不提了，一提我上火。乐乐别指望了啊，赶紧回来，咱俩生二胎去吧。 行，这点还没随你。乐乐，加油！往上顶一顶啊！厉害！加油！哎，你看旁边那个姐姐爬的都比你快了，快点超过她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好。乐乐真棒，加油！乐乐，别怕。别停！别停啊！往上爬呀！哎，别停住啊！ 往上顶一顶，我想要下去。往上顶一顶，我想要下去。别哭，哭了怎么？忍一忍，忍一忍，下来再上厕所。尿了，快快快，顶一顶。尿了，我想要下去。尿了，滴了滴了水了。哎，下来吧，放下来吧，放下来吧，下来吧。接着你。哎哎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哎。 怎么还能尿了？我说儿子，我天啊！右手杆子由里向外，从空中的下方去空中喷出。三，交叉捞月，启动空中炮，至空中轴尖垂直伸展。打鸟了。 黑灯瞎火在干嘛？你怎么了这是啊？啊？你怎么了？啊？坐这干嘛呀？媳妇儿，我对不起你。到底怎么了？ 攀岩也练了，飞镖也飞了，空竹也甩了，差点没把我脚面子给砸了。就事实证明啊，就咱们家孩子，就是一个吃啥啥没够，干啥啥不行，就跟他爹我一样，是一个没有什么天分的普通孩子。哎呀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怎么了呢？ 不亮了，不亮了。真的，四弟咱不去了。那还是要去的。我是说，咱把这才艺先暂时搁一搁，现在主攻小语种，明天一早你带着乐乐去公园练那个大舌音。你说媳妇儿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就那个阿拉伯语，那就是个坑。你说你不信我，你非往里跳，你现在不光自己往里跳，你还非拉着我往里跳。叶一凡，你是自己怕吃苦吧？乐乐都能坚持，你作为他的父亲，你怎么就不乐意呢？他是你亲生的吗？那得问你啊。你说什么呢？行，我愿意，我愿意啊！我活着的所有价值就是为了证明我媳妇儿永远是正确的。那就这么定了啊！ 明天早上6点起床，你定个闹钟啊。那么早啊？还是5点吧，早点好。那还睡不睡啊？都几点了？你怎么那么省？
哇！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怎么不上车呀？哦，怎么了？刚刚好像看到有个人，哎，不会是天灯派人盯着我吧？你这会儿心虚了，车都到了，师傅辛苦了。 没事。宋总，你好。 宋总，这就是我闺蜜甜甜，这位是宋总。你好，宋总。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欢迎。哎呀，我都看不到加入的光芒了。<笑>真会聊天。里面请。我再敬两位美女一杯，啊。 希望两位美女啊，经常光临我的小院儿，啊，我干了，你们随意。谢谢宋总。哎，怎么样，甜甜，菜还可口吗？不错。喜欢吃以后常来，把这当成自家食堂。好啊。这个好，木瓜炖雪蛤，美容养颜抗疲劳。这个雪蛤呢，是长白山纯天然的，比市面上那些假的那强太多了。啊，我来。哎，这个是我的。 冰糖银耳炖雪梨，这个是你的，清热解毒，止咳化痰。雪蛤、雪梨，这落差太大了，宋总，这不太合适吧？你嘴角全是小疙瘩，这雪蛤是发物，你吃了你肯定起大包啊！我根本不在乎这个，早发早好。行行行行，你吃这个，来，把这个给我拿过来。 哎，这一看就是好东西。不错吧？嗯。一会儿走的时候，你带点回家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别跟我客气。宋总，嗯，我就冒昧的问一下，你跟你前妻是为什么离的婚啊？是我辜负了人家。像我这种常年奔波的生意场上啊，有点小积累的男人，要能扛得住诱惑，守身如玉，真的需要很大的定力。而我恰恰是属那种六根不净的。 我前妻啊，在大学教书，有精神洁癖，知道我的烂事儿，家里的大门就对我，关上了。啊，那这也算是被迫获得自由身了哈。是是是。那你会这么快就愿意收心，再重回围城去啊？这事怎么说呢？人生下来啊，不是一成不变，都有个进化过程。 我这个进化过程呢，稍微有点漫长，不过到这个年纪，我已经进化完成了。现在这单纯的声色犬马，
我已经很难从中获得乐趣了。再一个就是年纪大了，玩不动了。嗨，不过说句实话，我一见甜甜，我真有点惊讶。你看起来像是大学刚毕业。啊，在您面前探讨这种中年两性的话题，我真有点罪恶感。哎呀，没有没有。甜甜，你要是接受不了我这种老人家，我们以后可以做朋友。怎么会呢？根本用不着，你想多了。甜甜是看着小，其实不小了，32了。啊！而且她就喜欢成熟的，像田东。哦，就是，她呢，不喜欢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想，就是希望别人能够把所有事情都张罗好，她不用操心，就是这就是她的理想生活，对吧？田东是谁呀？我前夫，比我大8岁，78年的。78年的。哎呦，那跟我差不多啊。那我能冒昧的问一句吗？你们为什么离婚？我们手续还没办完呢。我知道，假如跟我说过，我就是不太理解。他看破红尘了，超凡出世了，不愿跟我这种大俗人一块生活了呗。你说你不会有一天也四大皆空归隐山林了吧？甜甜，你吃肉，哎，那个肉特好吃。吃啊，你尝尝，挺好吃这个。我不会，尤其是如果我身边也有你这么一个美丽的妻子，那我就更不会了。对，宋总肯定不会。宋总一看就是那种对生活充满热情，有些人生下来就是征服全世界的。哎呦，佳茹真会说话，来，为你这个征服世界，再喝一个。来。谢谢谢谢。哎，你那闺蜜对我印象怎么样啊？当然满意了。她这个人呢，就是有什么事都挂在脸上，如果不满意，她脸上早挂不住了，说不定饭都吃不完。这么直接？你真觉得我有能力征服全世界啊？哦，那就是夸张。我是学中文的，这就是一种修辞手法。但是我觉得您啊，真的是全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霸气。谢谢。那你觉得我有能力征服你？闺蜜，当然没。哎，这院子真的好大哎。是吧？哎，聊什么呢你们？我没打扰你们吧？没有没有。宋总刚才问我。不知道下次还有没有机会再来吃饭？对，当然了，随时听宋总安排。好啊，但我明天要去趟云南，等我回来联系佳茹好不好？好啊，我最近也挺忙的，不一定有时间。这样，要不然你们加个微信吧？好啊，好，加个微信，我扫你。来，来，一般这种局结束后啊。女士内心很可能极度讨厌对方，但碍于介绍人的面子又不好意思说。如果你真的受不了我，你随时可以删掉我，我绝不会到佳茹那去告状去。不会不会不会，甜甜肯定不会把您删了。那我太荣幸了。谢谢啊，谢谢啊，两位小姐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走。哎，德叔怎么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我刚去洗手间的时候，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你看见了？他问我他有没有征服你？啥？他说，你觉得？我有没有能力征服你闺蜜？哎呀，太自以为是了吧！孔雀男嘛都这样，无时无刻不在展现自己的魅力。不过他一看到你出来，他就一下把话给咽回去了。我想替他问吧，他还不好意思，说明他还没有到那种无可救药的地步。快说嘛，对他感觉怎么样嘛？我觉得他还可以，比我想象中好一点。人呢倒是挺坦诚，也还算低调。这个油腻度呢比田东略高了那么一点儿，但是
跟他这个量级的成功人士相比，嘿，挥泪不尽。那交友指数，满格。那你得几个？吃大餐，吃大餐。请请。醒醒！啊！哎，你怎么睡这儿了？乐乐呢？啊？刚才还坐着乐乐呢。乐乐！哎，在那儿呢，那儿呢。你说这孩子一会儿没看见就，乐乐！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啊？你看。干嘛呀？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咱儿子有才艺了，有点天赋，这不又随我了吗？来，吃水果。哎，很好，多吃点水果啊，恢复得快。哎，好嘞。哟，喂。哎，啊，挺好的，刚刚吃了两个包子，啊，现在吃苹果呢，啊，找我啥事儿啊？哎呦，我才来，那护工刚走。啊，行啊，哎，广场舞我是强项啊，行，我马上回来啊，啊，好嘞，嗯。好，哎，嗯。走啊！哎呀，你放心，我得把你先安排好了再走啊。嗯，一凡马上就来，我得回家练你孙子去。乐乐，你这个手跟脚得协调，你看那些老鹿都怎么跳的，走十字。哎，两个手跟脚一起。哎呀妈呀，你可真是笨死了，受不了了。乐乐，你好好跳，好好跳。哎，那这个手干什么去了？举起来。怎么这么笨呢？我天哪，你这是随了谁了呀？这手跟脚怎么这么不协调呢？算了，我还是回医院照顾你爷爷比较清闲。妈，哎，行，鼓励教育，鼓励教育啊！走，胳膊甩起来，哎，甩。嗯，你们老爷子。是不是明天就出院了？是啊，明天下午就接回来了。哎，这段日子，天天的，医院家里，家里医院。我跟你说，一会儿天堂，一会儿地狱，给我熬的，我都觉得老了好几岁。你看，哎，你这白头发都熬出来了。你看，你看，哎，总算熬出头了我。行了，你是熬出来就行。你看我，咱俩吃个串儿。还得躲这屋吃来。远儿那儿还没反应呢。是杀是剐，是凶是吉，明天回来不知道了。啊？明天就回来了？是啊，这不十一小长假了吗？那你得好好表现表现了啊。
哎呦，这家伙啊，这回来就七天，拿这么多东西干嘛呀？啊，走吧，走。你怎么不说叫爸爸呀？爸爸。哎，这才几天呀，够生分了。看来这视频啊，以后还得天天打啊。今天怎么没坐副驾驶啊？我吃了晕车药不舒服。那一会儿想去吃什么呀？烤鸭。行。那咱们是现在去饭店呀，还是先回家？行，那就先回家。所以他们是志在必得吗？这完全是突发情况，我们也没料到。方敏什么时候回来？他怎么说了？那个人油盐不进，一直在躲枪，直往武昌。您的鞋。给我吧。幺姐，请跟我来。光临，宋总的客人，请跟我来。宋总特意交代过，都替您安排好了。谢谢。田小姐，这里景色很好，您稍坐一下，宋总忙完就过来。好的。哎，我来，你是插把手的啊，丹丹。哎呀，哇，爸，哎，啊，这你买的啊？哎，丹丹，哎，丹丹，丹丹在你屋里呢，你屋里啊，里面。你歇着啊，倒杯水啊。
谢谢。你要是累啊，咱们就晚点出去吃饭。行啊。那就晚点出去吃饭，现在饭店人多，开车呀还堵车。行。哎，佳琪啊，把你东西拿进去啊。哎呀，我一会儿拿。哎呦，你这碰见猫就没完没了了啊！还有菜啊，别再上了啊，我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。那个你们宋总什么时候忙完啊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。行，谢谢了。何嘉如，你真是个大傻子。晚上我差不多行了啊，换身衣服，一会儿咱该出去吃饭了。我叫你妈去了啊。啊。嗯。走吧。哦，好呀。哎，佳琪，佳琪，乐乐，啊，乐乐，啊，乐乐，乐乐一会儿过来。爷爷，欢迎回家。乐乐，哎呀，宝贝来了，好亲热呀，想爷爷了吧？这花哪来的？我买的呀。嗨，一家人花这钱，还亲一下。走了。行，拉着爷爷的手，走。哇，好香啊，尤诺。哎，回来了，开门吃饭。爷爷好，我们回来了。回来喽！来来来，尤诺，尤诺，叔叔好，欢迎叔叔回家。慢点慢点。
甜甜，甜甜，你说你那破名真够费舌头的。赶紧赶紧吃饭，咱不用挨个打招呼了，咱们开饭了，就等您了。这一桌子菜，啊，哎呀，咱回来了啊，终于回来了。哇，这么多好吃的，中西合璧，还有东北菜。那是啊，这东北菜做起来可比甜点简单多了。叔叔留那菜谱特别详细，你看我这一不小心就做多了。没事，吃不完放冰箱。咱们今天先紧着那个西菜吃啊。妈，最近您辛苦了，这酒啊您得喝点啊，这酒柔，没事。行。妈，知道你最爱的酒，但是啊，你等病好了的啊，恢复利索了，再跟您慢慢喝。哎，快递到了，家里有人。去我去我去。你也来的？来啦。我想要一个肉。妈，您辛苦了啊。哎，你等都上桌再吃。是不是那种植组到了？我来搬，我来搬。我知道了。然后也没动筷子，啥田东，一凡，好久不见。哎呦，兄弟，多久不见了？来来来来，快请进，请进。来，一起吃饭啊！欢迎欢迎啊！来，一起吃。你们看谁来了？田东，田东来了。叔叔阿姨，好久不见。哎，田东，哎呀，你精神了，黑了，那精神状态挺好的哈。谢谢谢谢，佳茹，你辛苦了。我不辛苦不辛苦。我的妻子和儿子在这儿承蒙你的照顾。甜甜做了很多事儿呢，你看这一桌子菜都是她做的，我们家最近也出了不少事儿，甜甜帮了很多忙。还是要感谢你们，我说的每一句话。都是发自肺腑的。是是是，田东之前就实诚实诚人儿，做生意里面那个圈属你最有人情味儿。咱这套房子要没有你借咱那首付钱，根本弄不下来啊。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啊，对对，坐坐坐。你走这段啊，我想你了。咱伤心事不提了，好不好？咱们今天都高兴事儿。来，把杯都举起来。来来，把杯都得举起来。来，举起来。好。来。好的。这个好，我爸包了。哎，爸，吃点排骨。嗯。一口不喝呀？戒了，真戒了。嗯。那你家地窖存那几千瓶存酒怎么办啊？我还是想要块。不是，你再得给别人了吗？嗨，还差点忘了。哎呀，东哥啊。你啊是见过世面，经过大风浪的人。哎呀，就在层次上，我跟你没法比。就我现在这生活，我在平城，我也就算刚过小康线，所以我没有资格跟你谈人生、谈理想，是谈精神、谈信仰。别别别！但是，我叶一凡曾几何时啊，那也是一个爱思考的人。所以最近我就迷茫的时候，我特别想上山就跟你聊聊。你应该来的。你想找我问什么问题？哎，我想跟你聊聊啊。你说我们这辈子啊，这么辛苦，为什么？我们呕心沥血，不顾一切啊，到最后值得吗？叶一凡，你啥意思啊？那你这意思就是跟我闺女过得不开心呗？不是妈，你这怎么往那儿多想？我这不开导田东了吗？行，这么着啊，妈，我叶一凡的人生巅峰就打从娶您闺女那天开始。嗯，有了乐乐以后呢，又往上拱了一拱。如果老天再给我来一套大三居的话，那就彻底圆满了。满意不，妈？满意。其实这个养孩子呀，没有人说一定要富养，住得天宽地阔，卧室、书房、健身房一个不缺。才算是养孩子。你们俩其实父母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的。父母要陪伴孩子，观察他，帮助他，遇到什么问题就及时的去纠正和解决他，啊，这才是最终的目的。看着点，叶一凡，万一让他忽悠到山上去了，你可以回来找我哭啊！不能够，
他可是个大俗人。田东走之前，但凡跟叶一凡喝一顿大酒，都不至于走。现在可怎么办？什么咋办呀？田东大过节的下山来，肯定是回头了。得了吧，他从进门到现在就没正眼看过我，他眼睛一直瞟着你呢。我的妻子、孩子，多深情啊！宋总怕是没戏。我跟宋湘本来就没戏，不过如果他真的愿意回来跟我过，那我就为了优诺收收心，继续跟他过呗。嗯，毕竟是亲爹，别人是比不了的。你看优诺的眼神，一直就没离开过他。肯定是害怕。哎，你们俩干嘛呢？啊。无奈呀，是孩子最好的老师。古人说嘛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你说现在的孩子从小就生活在蜜罐里边，四体不勤。来来来来来，咱今天的主题啊是团圆，咱不聊那些熊孩子的事儿啊，来放松一点。妈，你也喝一个。哎，来，我提一杯啊。今天啊咱们家是三喜临门，一喜呢是爸爸爸爸，行了行了行了啊，恭喜你出院呢，嗯，二喜呢是恭喜咱们田东下山，三喜是庆贺我们的祖国生日快乐，走一杯。来，不是你怎么了，一口不喝呀，还喝饮料啊？真戒了，我就饮料代酒吧。那不行，这桌上就你和甜甜能喝，就你这量一个人喝倒我仨，连佳如这量子都把酒给提起来了。把酒杯拿起来，来拿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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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啊，之前喝的咱就不算了啊，不让你补了。这杯你跟那个甜甜，你俩来个大交杯，大交杯啊，大交杯。别别来，别闹别闹别闹，庆祝你们破镜重圆。哎，呸呸呸呸呸呸，就是团团圆圆，百年好合。来来来来来，甜甜起来啊，快快快，甜甜起来起来，别闹，让我们重温一下经典场面，三连杯。对对对对对，来来来，大交杯大交杯，大交杯，来，交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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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了，叶一凡，团圆酒呢，他是不会跟我喝的，我知道。那这杯呢，就算是告别酒，我干了。你肝不好，这杯呢，我替你喝了，就当是我们夫妻这么多年，我对你最后的情谊。酒我可以喝，但是我不会跟你离婚的。就说话呗，喝什么酒啊，自己又喝不了。甜甜，优诺是个孩子，不理解我，你是个大人，你怎么也不理解我的初衷呢？今天我为你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优诺，为咱们家，我放弃了一切，我把你们带到山上去，就是想给优诺一个好的成长环境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你受不了苦，你想下山放松两天，好，你下山才几天，你给我发了七份离婚协议书，你这么绝情啊，你这么想迫不及待地离开我呀，为什么？你是爱上了别的男人了，对吗？他会像我一样对你好吗？我敢说，全世界所有的男人当中，只有我一个人会对你好。好，就算是他对你好，
他能对优诺好吗？他会把优诺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吗？你可以不顾及我的感受，你为什么不顾及儿子的感受呢？哎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慢慢说啊。明明就是你先不要我们的，是你为了你的执念就不要这个家了。哎，你别喝了。哎呀，行了，干什么呀？身体不好不能喝酒，不知道啊？甜甜，你真的是个长不大的孩子，你跟优诺一样。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你们一定会理解我的初衷的。